做生意咯、yeah. 出门赚钱咯、yeah. 可以试试哦，可以，当然，谢谢谢谢，这一个100块，哦，真匀称。你好，我好像见过你耶。哦，这是谁的老公啊？哎，你好你好，贾静雯的老公，不是啦，他是贾静雯啦。每周六晚间8点，《社长之路》就在华视。